院长昨天提到明末元重焕，有媒体人认为这是不是代表蔡英文是亡国之君，只有自己留任才可以为民进党力挽狂澜吗？元重焕已经死了几百年了，连满清皇帝都承认当年的婚化离间计成功才能拿下天下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我以古见今，呼吁国人同胞在当今局势险恶的时候，要大家一起团结对外，不要再中了婚化离间计而再次上当。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说，您还在做困兽之斗，19号会走人，请问院长回应。另外内阁改组议题各界还是不断讨论，是否最快也要年后才会有定案，好让大家先开心过年冷静一下。外界也认为近来动作频频，每天排满地方视察行程，是否将留任甚至累积能量参选总统？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大家忍住辛苦，顶住责骂，让所有国人需要的建设都能够如期完成，痛苦会过去，美丽建设会留下来。作为行政院长，最在意的是要给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加油打气。至于一时的闲言碎语，这都不重要，民调的起起伏伏也不必放在心上，而是国家能不能向前进才是最最重要。